三只猫好可爱，就够醉了呢。你换个二 P 色之类的吧。他好像没有，啊、没有办法换。没有啊。希望他可以更新，就是大家都选一样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差别。嗯。就他好歹让大家调个对比也好啊。四只手。他头上是戴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就很像舞龙舞狮的东西？是蛮像，可是他后面那……等下进去看啊！现在可以看吗？现在看不到，他不能转。进去再给你看啊！你要等多久？来来，走！走！我调一下麦克风的位置。啊，选东西喽！啊，是每次都不一样。对啊。嗯，你是每个关卡都会变是不是？没有，就只有刚开始而已。对啊，刚开始然后用到底是不是？对，就选这个啊，神经病哦。有加五点护盾上限呢，精英或首领。可是我是选那个哎，我要拿那个，就是开状态的时候电弧有几率不消耗，它50%几率其实蛮高的。彩虹，好热！不知道他这一只就是以这只的外观，他叫我，我会觉得他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感觉，我觉得直接觉得好可爱。难度我有选错吗？精英啊，没有啊，他一开始都比较那个啊，都比较弱，都比较软。好爽啊，狂电！开电啦、啊！行啊，最近骷髅玩太久，玩这个好不习惯。想剩两下。可以，你去拿到那个可以用三次的就可以用了。哇，开一加那个火箭炮好像也有。有，它就是全部。要有你知道开枪他就对了，都穿云神界，那蛮低级。电，嗯，啊，有了惊雷，哦，惊雷电绕，什么东西？是淡紫色，淡蓝色还是蓝色的？蓝色，嗯。那个就是我开技能的状态，它就会蓝色是主动技能，对不对？这是，对。好，我玩紫色的，没事啦。那天只是无聊去掉个点滴而已，真的只是无聊掉点滴啊。你还会吓到很多人。嗯。别跳哈！我开电了。我觉得那个这个 CP 值蛮高的，如果不是玩狙击类的话。哪一个？你是说哪个技能？那个惊雷电绕，中间就是开一的状态的时候，它会每一秒会就是会去电旁边的人的，然后可以撑到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再开枪就好。哦。靠过去给他打，等一下，对，不能看，我讲一直点，很棒哎、欸，
电死他们，只是他那个电会被墙壁挡住。有人要开狙了吗？无聊掉点滴，也不是说无聊，是真的比较累啦。雷霆击杀，召唤的惊雷增加200。这是什么护雷？护法雷伊，哇，这名字都很难念。到底会别人受伤吗？每次受伤失去一层。哦，对啊，就比较也是真的比较累才会去掉点滴啊。不然医生怎么可能让我掉点滴？拜托。你进去，你不能随便就说要掉点滴啊！他以为我要打针嗑药还是什么的，成瘾之类的怕。嗯，没吓人啊，就真的不舒服才会想要掉。对啊，然后他起来说，因为医生判断可以才会掉、啊。医生，他起来说，哦，可以这样子掉点滴哦，我说可以啊。就当时本来要去一间比较常去的。那个诊所掉，可是发现进去就是我，真的是好像逛商店一样。进去之后逛了一圈，没有床了，我就走了。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，是很北七啊，跟逛卖场一样，进去会绕了一圈，然后完全不理人哦，然后就走出来了，然后借厕所。点滴不是生理实验水，是它。点滴有很多种类型啊。对啊，我点的那个是有那个啦，有维他命的，因为它很黄，超级黄。我尿尿的时候超级黄的，就吃那个 B 群的时候的颜色。对，然后所以也有人说，你这样子，与其掉点滴，不去喝保利达 B 之类的。太痛了吧？可是那个吸收感痛有痛。啊，有人说其实用嘴巴。用嘴巴喝的会比那个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痛了啦！往后爬，等下，卡住两只，好，我来了，啊！你没有，你给我会修掉啊！哎，我们重来，我好烂呐、喔！重来，反正我们才开台7分钟了，对啊，怎么那么烂啊？怎么烂那么多次？音是变太强了，听音。这次伤害哪有做坏、欸？你看我们都灭团了，烂猫咪，还没玩起来就开骂，我看不懂啊，还好吧，哪边不懂？他的名字很难念，他自己的名字不好念。对，他自己的名字真的不太好念。啊！获得一把祖传狙击枪。哦，拿！干，神经病哦！完就拿狙击枪。但是就是要打狙击的，打出百万伤，那就是有跌倒吧。他狙击真的很滑，对啊，而且很没有瞬间狙到的感觉。他狙击有那个飞行时间，就子弹飞行时剩余子弹越轻伤越流血效果，一枪一个流血效果啊！这游戏有流血效果没有？后面是真的吧？对吧、啊？可我觉得上一场的开局比较好。没办法，有人冲到里面！天哪，这精英哎，这精英哎，快流光了。狙击枪，刀刀，
目前只有一把武器有流血的效果。你说惊雷电烙吗？对啊。啊。就是如果你没有要用狙击的话，就可以拿。好的。你说不开枪的话就可以拿，是不是？是，对啊，你就开状态，然后你不要开枪。就是等到时间快结束再开就好了，因为 啊不要拿妹，奇怪、欸。哦，成功击杀后会再加一秒。哦。哦、那我像钢铁人，你说哪个像钢铁人？刚刚的怪吗？还有那个手器吧，手套啊，手套。我刚好没办法、啊，我就是啊，我就是钢铁人、啊。逛街，逛街，哦，哦，哦，真的好猛哦，有趣。你点高之后，那个闪电会开始连锁。啊！怎么在啊？我好痛！就有人在开躲了，开砍！叮！哦，连环闪电基础伤害增加100%，哦，可以，强效电流。拿满不知道是加多少。哦，拿满也太凶了吧！结束后会弹回主要目标，是电弧啊 ，POE 的电弧啊，就是电弧。通电啊！好痛哦！这雷真帅！你怎么就走了？怎样？没有。想说也没宝箱是吗？哎呦！我什么声音？我天哪，以前都没有哎、欸。以前有啊，没有这么大声啊。以前有这么大声哦、喔，不，以前有会爆炸声音哦、喔。有啊有啊，有啦有。好部分啊，别跑。好。要死啦！有甲虫啊，从地上。到处都是甲虫，臭虫虫啊！啊，我痛痛痛，快死了，要死了！哦，他死了。这只有换弹速度是比较快，还是我的错觉？我的血好惨、啊、哇！等一下，我走，我都忘记可以走了。有了。你俩伤害怎么养？他是不是有调难度了、啊？还是我们觉得有哎、欸？
不是，是真的调难度。我最近还有玩啊。他是很想杀我、啊。哇！好啊，都追我就好了。好了，换人了，睡哦。耶、yeah ！坚冷之躯。耶、yeah, ！掉巨枪了，终于。掉弓了。受到伤害后。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用弓。你不用弓、哦。对，我不用弓，超不用弓的。审，中间审判你，精英杀手哎、欸，哪了啦？机关就出精英杀手哎、欸，你再吵就不要拿，我拿了，怎么可能不拿、啊？喂，都这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后面的。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射不到的弓箭是长什么样子。哎呦喂，中了！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么近还打不到，又是你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又是你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伤人啊！有啊，现在看到，哎、欸，不是打我、啊。要修哦！这贼血，惊死人哦！嗯，为什么这是这么快？看下伤点哈。哦，他背部那个也是弱点哦。嗯，都没有比较好的狙击，都没有弓。有人要去砍人吗？不要，烂死！真的这么烂哦、喔？就近战啊，就是除非你感谢林贝的200元，感谢感谢。我哪来是？哦，这是步步够大。他可不可以变这模式，就是两只脚放在地上走路啊？这样子有没有？福利贝尔。哦，你说这样爬啊、哦？对啊，好像不错。啊，没毒。哇，没毒。糟了，没毒。大家都没毒。哎呦喂、欸，杰瑞你好棒！哦，好痛啊、哦！这剑是垃圾哎、欸。就跟你讲，很垃圾了，最垃圾，太近了那个距离。对啊，不要一个，不要一个，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哦，头卡，头卡，我告诉你哦。
了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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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那个毒烟让我看不到他头在哪里。哦哦，累，不是才玩二十分钟，我为什么就用？哇，好累啊！手汗好多哦。不是说掉狙击枪吗？就没掉，干。我有掉呢。我是掉铜。黎明碎片，高级穿哎穿甲子弹，鲜血圣物，也不要了。啊，哎有哎，这边有看到了，看看这个比较好用啊，真的分飞哦。加二啊，这烂剑我丢了。哇，地上怎么都是手套啊，好爽哦。他掉了，其实他那个 boss 掉的弓没有到很。哎、欸，这区域是不是新的、啊？新的。哦，有人有点那个暴击，有电是不是？我、啊。哦，那个也是，我觉得 CP 值算蛮高的技。对啊。它可以一直触发。哎、欸，弓可以穿盾是不是？不行。嗯，我刚打了，有伤害。好大的区域。好多子弹的白痴哦、喔！太多了啦，那一头。好痛！购物啊？有门？哦，不早算。有金枪。金。秘诀探索，绝地反击，哦，这样可以。中长射击标，对吧？哦，鱼蛋之辉也还。我都没有很好啊，啊忍者无敌水，张庭杰安安，哦，哦，要求哦。这样啊！哎呦喂！爱路啊！哦，白痴哦，这个弓是不是会弹到啊？哦，我有流光了。碎片欸，珍惜晚安，珍惜，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。火焰碎片现在挺好，现在碎片三个碎片都很棒。
吸掉那防备，所以哦。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哦，暴击时有几率触发灵光闪电。对，那个超棒的，雷霆一击。啊，这次都还好。每次好像下一次武器命中。哦、可是又有这个灵光闪电，又有雷。惊雷电绕，我的天哪！连环闪电，哦，两个都让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当然。剩我是不是？拍死！还有杰瑞还在选，驱邪护符，元素会拿拿拿，都拿都拿。这是那只猴子还是连城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开门才知道。我刚没有看到那个图示，我刚才没注意。猴子。哦，猴子。哇，血肉之躯耶！血肉之躯啊、哦，血肉之躯不行。哪？有什么好不行？不行。啊，吃个包子才补23D 哦，到底是怎样？包子是补这么少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包子补。我以为他不会。给你，电死你！回去啊，回去！电死你！电死！哎、欸，怎么换人了？换人不会讲一下哦，臭猴子！啊，出事了！电死你！为什么一直觉得这只的换弹速度比较快？干嘛？原地跳？啊、哎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他想杀你哦！啊，不要换人。哟，是哟，掉狙击了。哦，门板中盾。连环闪电弹射次数加二，哦呦！哦，可是有暴击，暴击这个还是比较重要。高级弹库哎，帅哦！云南安，触发暴击，哦呦！哦，箭矢回收是迟罪是？对。彪！
这很少在玩狙击。究竟我们这场能不能遇到新的王呢？有伤人啊！弹飞，伤人，刺猬，对，好烂。哦，破釜沉舟。哎，杰瑞有拿血肉之躯吗？没有，没有拿。纷飞，把弓箭刷起来。然后这把纷飞感觉还行。好，哇，好猛哦！上面怎么一瞬间就喷了？哎、欸，我就是点了一招，就是按了一技能之后啊，周围会有几个那个啊受伤嘛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靠近他们会自己电这样子啊。哦，好猛哦！所以他可以做一个这样子，这样嘣，看不到，你刚刚没有看到特效，对啊，他就直接电死啦。这样子嘛，看好、哦。你有放了吗？嗯，死光了啊。哦、就是放下去瞬间嘛，是雷会从他们头上打下来，然后你靠近他，他们也会、哦、会有那个嘛电过去。那你在普攻一下的时候再电下去，瞬间打三下。哦，好凶哦。哦，你是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我看一下、喔，我的技能就中间那御雷啊，目前是御雷要素，雷针天影跟那个惊雷电烙，妈的，有够难念。啊、哦，这很难念啊、哦！看我哪一个？哇，全部都是淡蓝扑哦！啊，我都没有。我觉得淡蓝色我都没有很想要用，淡蓝色就是狙击用的、啊，就是深蓝色的。对啊，无爱。哇哦，酷哎、欸，阿旺。这个还好吧？哦，就最后我不会去过那个而已、啊。烤窑啊！笑啊！碎啦！刷布神器，这个这一关的这个好过吗？好过啊！嗯，好过啊！好过啊！当然好过啊！我会难过嘞。你不好过，借那个道具。什么东西？叫做那个有福同享。哦、完全无关。欸、你看你过了、欸，你看你过了、啊，是不是？这关还行。啊，惺惺相惜耶！啊，可恶！你刚，我想说，我刚刚第一个是惺惺相惜，就把它换掉了。啊，我拿了。它是。要他不是有附近，我没差啦，可以啦，好吧，我就贴着你就好了。我没有啊，我有啊。可是他是说要有一样的人啊，都队友一样的，对啊，队友要一样啊。啊哦，哦。射不到啊，都给你们打完了啦！皮卡丘，
对，是皮卡丘哎。他到底拿那个弯刀追我追了多久？连续触发三次暴击，这也太难了。哎，还有啊。哦，上面来了，死了！哇哇哇哇哇！等我，来了，动不了啊，我动不了啊，我只在那摩擦地板，摩擦地板，在磨蹭。哦，为什么这样中了？凭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流扣呢？我跑一跑就飞走了。哎、欸、哇哇，妖修哦，妖兽哦，哭啊！飞眼，不可以追我，你不可以追我。他是换人，他要换打谁啊？我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我是不是要出事？为什么这个上不去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换人了！哎，换我了！爆了！好酸哦，妈！太难了吧！门。东西哎，如律令呢？拿好、哦，你们打完了？还没。嗯，没看过哎。嗯，没看过，对吧、啊？这只它是新的吧？没看啊，我之前有遇过了。你偷玩啊？你不是说你最近也有持续在玩？奇怪、欸，可是我没遇过它。哦，有了，这技能我有印象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打到我啊？来了，好痛啊！痛死！改变，淘金工人有一把棍，捡钱哦 ，Q 金哦，捡钱哦，欸、这是赚钱，这是赚钱，是不是特别快？因为都在打头啊。你要打得到，你不是很难瞄到头？就是我不知道啊。你不是靠那个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你怎么没钱拿到？拿如意令打头啊！充能电池，
哦，电击雷影哦，这好难念哦。那我们去评论，名字可以改好念一点吗？这很难念呢。我刚刚是不是有人要开舵了？我、哦、可以这样哦。乳绿绿丢出的瞬间开技能，击中直接触发。哎、欸，有门，哪里？上面。哦，那个真的好帅啊！就来，不是，又是你呀、啊！啊，打错了，打小兵。走开呀、啊，臭狗！掉狙击，第一发哇！惊雷电到三了，三了你也太强了吧！我刚刚连续两个都惊雷电到，好猛哦！我都没有拿到，就是我觉得可以连续一直拿的。出好呢，巨人杀手，双刃之剑。巨人杀手啦，两发的冠日子。哎，不对，我有高级弹库了，不用换弹枪。哦，这么烫哦！刚是我的吗？还是哭啊我啦！哇哇哇！来来来！我冲啦！啊！我回来啦！我没有冲，但是我倒下了。纽扣，纽扣是中枪，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恐怖死了！哎、欸，这边是有屏障吗？会爆会爆会爆！知道在哪个？知道在哪个？就把罐子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消耗，哦，幸运一级增加10%，换弹时重置，我不用换弹哎，所以可以一直叠。走吧。纽扣，太多了吧！电死，电死他！在精英难度下击败黑面纽扣24，哇哦！天，哦哦哦！我现在打出来都是紫色的。
箱增加增加上限、哦、好爽啊，给钱增加上限的，好不用都要秒我，欸，好像有一点厉害这一把，纽扣吗？是三只纽扣。全部这个好痛啊，怎么会打到我了，金箱又没有金箱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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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替换名字，不要，还好不要，两个三级的，嗯，强效电流，嗯，电锁连环，难念，难念死。梅毒，梅毒都是电。刷新，有中场有个毒异术，双头蛇。好了，我换毒的了。像我好像可以直接做完这把冠日子，怎么不是新的？新的是第二关哦，好像是第二关的，好像是第二关。屁咧，他怎么转方向？他好像是要烧我。看什么电？不行，好烂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。很烂。你要瞄那个球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们点。对啊，他连锁闪电太多，要点技能，要点那个。对啊，我点球太多。我有点了。所以才说很烂呐、啊。
好爽啊！哦，金泽变好好用哦。太不热了，这个地方。命中敌人武器时，啊，我好像真的可以一直升这一把就好。好像有多了什么精英河豚，是不是？嗯，河童吧，河豚，河童，精英河童，感觉很机车。哇，我们伤害是不是很够啊？因为这边都怕雷啦，刚好。他们都是护盾的。我们是不是也很痛啊？对。哎、欸，超痛哦！哇，持续受伤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啊，赶快走吧！敢不理你们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回头了。我干嘛现在按呢、啊？哦，999哎、欸！巨油。留给包子吧，大家都蛮喜。有爆炸哦！进门，升怪了，升怪了。远清太快了，哇，好猛哦！电锁连环，注意哦，伤害可以传100%了。我觉得这个超难的，这个我好像没跳过啊，我跳回去了，白痴哦、喔。
我走了。放弃，不用放弃啊！我到了，不要我放弃，不行，你到了，我不想跳了，换最后一次。为什么你走路的时候会有雷啊？哦，我用那个有个技能是冲刺的时候还会有落雷，忘记了，有个卷轴。哦，我过来了吗？哦，穿甲子弹，每次你用的，你们有普通响吗？一个惺惺相惜吧。拿穿甲子弹，雷电碎片诶，碎哦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次要技能是什么？一技能吗？次要技能就那个啊 ，Q 啊 ，Q 啊 ，Q B， 这样耗血是不是？对，还好吧，感觉。你就配那个啊！你如果后面秘诀还觉醒还拿得到那个，还有电人的时候会回盾。嘎嘎嘎嘎嘎！你说三个、六个、九个那个、哦？对，这剑弧真的很帅。有金箱，换你各种落雷，好帅哦！痛耶！金箱有什么呢？第三波哦，大哥哦！我还没去开箱哦，准备要去而已。可以放了。哦，有灯笼啊！拉过去是灯笼。对，看到了。啊！哎，为什么会中断？被打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才是这样。还有哎，怎么这么多？买啦！我哭了。哎，剑，呀，大哥，我觉得不太好救。很多灯笼，是不是还有剑人在招？有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哦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哎呦呦，他爆了！我天哪！哎，这边还有那个，先看他金箱是什么。诅咒秘诀，获得诅咒秘诀，然后拿到那个。撤了撤了撤了！哎，我可以拿我驱邪。为所欲为，哦，客家战法是不是。秘诀没有诅咒的。
哦，我的定链绕电绕也删了先哦。拿个地狱，不分飞加三的、嗯、加三的分飞，谁的？我的，我换了一把弓嘛，等一下。我好不容易说，我还在拿，我关这子还是超前面的、欸。有门哦，对。打怪啊！哎呦！哎呦，血！有了！啊，我被什么拿到了？我卡住了吗？我刚顺到那个梯底下。啊！复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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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神啦！哇，没抓到人！哎呀！能把我买出来啦！可以播广告啦！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把那个鳞刺，它流血效果那一把。我也有鳞刺。哦，哦，加七，你不拿、啊？我在想，你知道吗？鳞刺不是大家都有的，哦、还是？不是、啊，我真只有一把。连续触发两次暴击，腐蚀伤害。哎、欸，那我……表示阿旺打过啦、啊，因为这是改版后才有。零次是散弹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开两枪就知道了。Yep， 现在这是新角色。哦，没有，他是狙击啊，他是狙击，他有狙击，他有狙击镜。那真是狙击版本哎、欸，天啊！对啊。嗯，走吧。这次的 meta 是。走去哪、啊？不是要拿那个？练练。走一走。你刚刚那边外面有商店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下一关要到下一关。安全器，减肥刺激，出一个巧克力蛋糕。哎，我有一万块了。你说魔鬼契约吗？没错，他叫雷，这是叫雷路。爸爸，我好冷。你快点！好想看拿弓箭打这个也太麻烦了吧！想看着队友死去哦。至少确定一件事情，我下次不会再玩。不适合，对不对？哇，不适合我。我觉得狙击太累了，有骗人啊！是不是他的技能度好不适合我？啊！你又咋啦？就好骗人吗？不行啊！我觉得弓真的太难了，弓被我拿起来像多余的东西。很痛是很痛啊，但是就不适合啊。剑人吸，剑人吸，剑人倒，剑人倒了。会不会是河豚呢？嗯，有金枪哦，金枪，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商人，哎、欸，我看到商人了。哦，我看他怎么在那么远？快点，一万块，去一万，快点。我买，我买，900块，行啊！
定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毒球，毒球的萤火有人要吗？读的不错，那给我。幸运不预定。侍卫，人数预定。先买。至少都比我现在的好。福德加雷的，给、okay. 缺干儿子，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很胖，所以才可爱啊！胖才可爱啊！捡个钱，啊，走吧，打怪了。哦，我另外一把应该要捡个火的。哦，不用，哦，不用，好像可以打。哎、欸，它分身哦，这只新的吧？它这好像是新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打出十二。120000伤害，然后一枪。他刚打什么规范气功啊？我刚看到一条线，那是什么？哇哇哇哇哇！然后是一对，金泽护盾哭啊！不要。战术周旋，战术周旋，不敢拿、啊。哎、欸，战术周旋大家都有吗？没有。那给你。我有。我有高级弹库，不用换。繁星在后面，这有一把雷电的纷飞啊，蓄能草鞋。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白痴哦，是这个额外惊喜。哎、欸，我有了啊，好厉害！这里有一把弓，哎、欸，毒球的弓哎、欸，烂，很烂吗？你瞄得准吗？我瞄不准，毒球要最后那个啊，对啊。瞄不准没、欸，毒球的那个卢律令就很棒了。哦，毒球卢律令超棒了，拿宝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不就从第一关直接拿到最后一关了，超棒哎、欸！什么双子都不需要了。你交给他们，这个世界不需要我。怎样？要了。要了，还是要了。反正也拿出预定了。嗯。还有强化的耶，可以来洗那个双子。哦，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有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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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，我想说你在干嘛？我以为没了、欸，你说我在洗那个。哦，原来一哦，懂意思了。懂意思？这样？不懂，对不起，我搞不懂。所以我的一开下去，我就不能点左键或右键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开枪，只要打到目标，它就会有一个落雷下去。有一个落雷。劈到之后，它的技能就会结束。对啊，如果是有另外一个技能的话，就是如果劈到死亡的话，你的技能效果会。嗯。
麻，会持续多增加多。因为我刚刚发现我用卢律令右键，然后那个一直狂加。哦。然后刚刚又用了一次，哎，我怎么又不懂了？啊，可以强化了。每次使用暴击击杀敌的冷却时间减0.5。算了，不懂，不会再开这，不懂。就是暴击杀人就会增加奇迹值。尾巴好长，嗜血法剑五，哎，没有哎，可以买。怎么变残牙塔了？哦，福无双至，这个其实蛮好。对，不买。那你现在有在玩 POE 吗？有啊，是有。对啊。哦。怎么了吗？没有啊。这几天没看到你。我最近玩的。發現就很想要自己弄一个什么新的或是有趣的技能，可是玩一玩，有时候玩到很烂，自己角色跟废物一样，就很不爽。哎，钱花的不够多，对不对？的感觉，就有一点，然后就要赚啊。可能他竟然还不是最后的王，搞毛。好痛哦！哎、欸，他之前这个子弹有这么痛吗？有啊，只是你被打到而已吧。还有空？哦，不行，我没救了。啊哇，没了。我要两个。什么？你被那个空投砸到了？对啊。我觉得他伤害有提升呢。我刚刚一直有讲啊，有这么痛哎。我。啊呜！啊呜！我要看戏的。有眼睛，哇啾哇啾！这真的蛮难的。我觉得不要啦，好危险啊！好酸哦！哦 shit！ 呜，把狙有点多呢，真假哎，真的多。啊啦啦！哎，眼睛清光了。开我死掉了，要开什么？开大哥，我刚有开，我刚有开吧。哇！啊！哇！快跑！你们两个没用，还没啊？啊！我完了，完了！扭，我扭，我扭。太多眼睛了，你有拿到吗？啊，没有。Jerry， 我操，中断！为什么会中断？不玩这只了，烂角色。
点完天赋，不要拿狙击。这是就是他所有的都要绑定狙击。没有，其实没有。他你玩法不同，他有些是一定要狙击，可是他不一定要狙击的，他可以拿别的角色拉点技能。可是他的技能，比如说你坦克，你坦克也可以很硬，但是你可以玩成刺客的意思。对啊，他只是可以玩暴击的，就是拿暴击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他的英雄的天赋全部都是跟狙击有关啊，也没有全部啊，就是有两个。你可以因为他可爱只玩他，是没错。哇，血池带来吧。你还要用他？哦，牛牛啊，开玩笑。可是很可爱、欸，还好。猫我真的还闲。不要，我要换回狗狗了。嗯，对，那么喜欢狗还养猫。熟悉的技能组。我要血池了。血池玩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开精英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每次抵消精英哥的时候，永久增加五点。左上角显现。怒口精英，剑哎、欸，直接开场给剑哎、欸，神经病哦、喔！开场就开砍啊！走走。开场是要砍谁啊？砍那种小兵啊，什么好砍？好、啊，他要给我一个，给我一把剑的，是哦。繁星要不要砍？双手剑，我打海鸭骨。不行吧？可以吧？哎、欸，好啦，剑前期蛮好用的啦。繁星要不要玩？不要，烂死。烂死。拔出第二把剑了。烦气啊！走哪里啊？这里。他好像都不会特别先公布说是什么动物先，对啊，对啊，都到最后呢，嗯，出了才知道、啊，嗯，都要进到那一关王冠那个图片才会知道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其实不得不说他砍的这个特效做得蛮漂亮的，来，你按右键，哦，我看你换了，啊，哒、欸、狗的就还好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，哎、欸，鸟的看过对不对？对啊，猫的嘞，不知道。等等等，九秒啊，没关系。我没有猫啊，哦，还是啊，有啊，刚、欸，对啊，我都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弹药不足，在右键呐、啊。哎呀，砍起来蛮爽的，什么东西？老兵战场哎、欸，是哟、哦，砍起来！哎、欸，还是繁星你要老兵战场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之后可能就不一定会玩这个。你在哪里？哦，嘿，快给我尝杯恨宴呐！有没有金枪？是谁的刀？换名克拿钱，我刚丢起来。哦，生命值。拿钱呢、啊？哪次不拿钱？然后出来一个刀就回来了，上面还是敌人。走，晃来晃去。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你现在力气装不了声音了。
那 no， 嗯，全都是红的，我用不到。今天手很臭啊，超臭，太臭了吧！啊哈，啊哈，今天很衰哦，真的是衰。我那天玩鸟有拿到，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腾飞盛宴 ，Q 尾刀，对对对，腾嗯啊，超棒。对啊，我那天就跟你讲说，哦，鸟这个版本好凶哦，超爽。对啊，你我那时候看到你 PO， 我就自己也玩了一场啊。我想说，之前是用那个一技能一路踢到破关嘛，花了29分钟。嗯后来用 send 的，对啊，我说我靠，现在是怎样？鸟都这样子的吗？超凶！那天 send 最后的尾王 send 两发，那个火炮都快爆光了。对啊，而且我那台拿什么那个，就是一样血量减那个70%，就拿一大堆，又有那个诅咒的物品再加10%的。哦，要不要清？清啊清啊，要赌大一点的，来啊！来啊！真的、哦？清啊！我拿爆破了，怎么可能不清啊？那敌人死掉会不好炸啊，小心啊！嗯。我刚闯进去的时候被炸到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出狼，因为狼跟狗就很接近。可是猫跟虎咧，对不对？对，猫跟虎是难说。嗯，我觉得下次出兔子或乌龟的几率蛮高的，坦克吗？一个坦克，对啊，之类的，就他的技能可能有保护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还是他有什么枪？猫是元素嘛，然后狗是爆破，可是当时以为鸟是弓箭啊，就发现不是啊，鸟是散弹啊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玩鸟还没有玩过散弹的类的？有啊。哦。我拿桶啊。哦。那他还有什么可以出？弓箭、兔子，就兔子拿弓。靠！好，我玩啊，但我就是不拿弓，有没有？练。我就说我就练他的狙击弹道还要0.5秒才击中啊。又不是秒按下去秒死的。下次出猪，可是我觉得猪的模组感觉，我天啊！可以吧？看他怎么画吧。就到他肉弹战车又有一个近战，然后他的那个会滚。哎、欸，对，主播变什么？什么叫变什么？新技能，每30秒鸵鸟骑士许，超喜欢。欸、还有一只哎、欸！啊啊，可怜啊！嗯，射到子弹快没了，好需要高级弹库。哪来的雷啊？哦，中！为什么不打到、啊？挖地三次，异能之躯。哎呦，注意哦！
商店在前面，就是。啊、哦，好痛啊！待时而动。不是狂热。哎，我是不是有免疫？我没有，可是我加60%移动速度，腐蚀狂热应该没差吧？嗯嗯，应该是有。入口用飞镖打完后面的敌人，犯不到吧？没毒。有啦。哦、有看到，看到，看到飞镖了。啊，他在打没毒的人，在打有毒的人啊！哦，这个火力，这火力才正常嘛？是刚刚三只手回事啊？这样可以呢。哦、爆这这张爆起来2.9，战场老兵又一把战场老兵，魔鬼器，哎，怎么有两把分飞啊？嗯，一把是开局的。啊，不对啊，我干嘛拿？白痴，拿了一点用都没用，拿了我还不能用技能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越战越勇一耶、欸！那，我真有一次第一关就拿到越战越勇3。直接就开始双持持到结束，惨悲盛宴呢，惨跟盛宴呢。你在哪里？他这档要你用踢的啦，好吧。哎、欸，后面，后面要钱喽。哎、欸，敌人来了。所以萤火还是一样很强啊！哎，旁边有三滴眼啊！越战越勇，越战越勇，没有，
哭啊！哭啊！这游戏有 TK， 有 TK 的话，刚早就死一堆人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刚死的不是我，至少死的不是我。我刚在那人群中挥了不知道几次巴掌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有 TK 的话，你会是第一个死的，因为我武器全部是爆破的，你绝对会被我炸死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穿神剑，杰瑞要不要？没有，我现在玩暴击的，我戴一个可能会用手套吧。嗯，我也到了。啊，没有，可恶。嗯，满血，然后。不是哦，这不是看血量在前面弹还是不弹的，又没有人是捕食，奇怪。对啊。没雷。哦有哎。哇，看看这个精美的伤害。我们刚到底在干嘛？有了，我有子弹。哦 ，easy， 嚣张的，嚣张，难度也太多了吧？你要玩暴击啊，杰瑞？对啊，你去拿这个赤木火云，看起来很凶。哎，这把刺猬也不错。暴击。啊。这是还好。好，那我拿。嗯。好了。伤害难度伤害多了。用那只角色写的真的少，他定位又很奇怪，那就狙击啊，啊就是要你全部都强化在那一发上面，呀一团怪涌上来怎么强化啊？没办法，喵喵，他一坨怪要靠他那个电弧去清，就是他电弧，可是他的电弧就最多也才点满是几个而已。这样子啊，而且加四吧。而如果一群都是有蓝那个黄盾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那个、啊、不对，这个就靠要靠命局，要靠火啊，命抽的票。什么鬼东西？哎、欸，我是火焰狂人吗？哎，有伤人哎，有伤人！金香，看是什么？好烂，烂香！我血肉之躯，你要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哎、欸，电球哎、欸，电球临近。有。背水战。哟，血肉之躯，哇，血好多，288。我买个子弹好了，没子弹。啊，开到技能的白痴。出来的电球，
啊，倒了，碰到湖，碰到湖。哦，这样子是三种属性都有哎、欸。你说我们现在吗？还是你？我，因为我左手拿灵镜有电球，然后右手拿赤木火灵。有福同享，第三次。哦，中间什么？啊，有福同享，想起来。银狐，双头，加三的，好吗？好了。闭嘴！我怒吃啊！哎，他现在临近有那个了曲线了，射击曲线。一点点，秋龙，啄木鸟，地，哇，这个腐蚀狂热还是有一点点影响。我很冲刺哎、欸！对嘛，这个伤害才对啊！越战越没有，就拿一堆爆破，然后我没有一把爆破的武器，一把都没有。酷欸，没有残根盛宴，哇，大家都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。酷欸，怎么会这样嘞？这游戏是不是它是有毒心啊？毒心晶片起来，然后就是这场不想给你玩残根生意，嗯，不想给你 Q。注意哦，砸不到头的灵镜。开喷啊！啊，卡到柱子，卡到柱子。我需要看到更多的电球。那灵镜给你。啊，我这样才能追你啊！电球呢？我要看到更多的电球。没有那么好丢哈。我撑不住啦。我大概射个二十发才有一颗。然后他们头太小，哎呦，后来被打到，
你有补到血吗？我拿那个有福同享。你说吃包子一起吃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不像之前我们阿米狗玩那个搭地板小队，对那个头变得特别大的那个事件。哦，那个其实玩起来蛮爽的，很可爱、欸，各种随便都可以爆头。哇、哦，这样子的话电球会很多哎、欸，好想要玩啊！我、哦、有了，好呀！我想说你的电球怎么会飞过来？阿小，我看那个不是我的。很奇怪、欸，哎呦，你的电球，哎呦，我会转弯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也命中了，回到弹夹室哟。去当前，你好痒哦，给我越战越勇啊！没有，我哭啊！这只要嘛就是玩爆破，玩到爆炸。不然就是越战越勇之后就随便玩了。好了，现在看到注意到这个舌头好魔性啊！你说那一只哦，变色龙？对啊，魔性的舌头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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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到底什么东西打到我啊？哎、欸，我刚刚血有这么少？哎、欸，有如律令呢、欸？还是要自己杀死才算哦。对啊。对啊，你说残羹剩宴吗？是不是不是那个蛋残老兵？哎、欸，他不是七米内死掉就算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刚冲进去在测试，结果刚那一群我只加了三点，是我 CD 时间是不是？哦，可能哦。对啊，我没杀死没加，然后我杀死了也没加。走开啦，臭近战！杀死啊！没有啊，杀死也没加，有 CD。CD 对，哦，救人哦，我要烧，我要烤熟了，哦，感谢，差点变香肉了，好吃，没吃过，我想说好吃，好好说话哦，没吃过，我们在另一头，这一侧有吗？没有。怪了，哦、oh, ，你的电哦，爽了哦，爽了哦，爽了哦。好像是要吸地道自己杀掉才有用。有那个真好跳，哼，蛮辣惨，好哭啊！太快了，真的是话不能讲太快。他一定要那个、哦，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卡了一下？我会撞到人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哎，刚刚卡。会，会有碰。那我看好像是把杰克推下去，是不是？哇！惊心相喜耶！人杀手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怎么了，狗狗？狗狗，你是跑速不够。不要从那边跳吧，啊、你从第三个就可以跳了，不是吗？不行吗？第三个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因为我没有冲刺啊，我用那个。哦，你没有冲刺啊、哦？对，我没有冲刺。你现在是不能冲刺的人啊。对，我现在那你跳不过来、欸。哦，是啊、哦。对，你先把冲刺丢地上，等一下再回来捡。这没有冲刺过不了。No， 不行。对不对、欸？真的耶！最后一个一定要冲刺的。你以为我在骗你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讲啊。你总是觉得我在骗你。那就回去拿哦。偏折护盾标。混混。对了，心姐不是哈，没有心姐没有三重轮回，没有跟酱油的大，对不对？啊！哎、欸，没看过，没走过这里。哦，好痛！哎，怎么了？好多敌人哦、啊！对啊，我撤了，我撤了，我撤了。我们刚好像也是死在这边呢。太多了吧？没关系，可我们现在火力十足啊。你的苦还是给我好了啦。我没看到电球，觉得好不安。啊、因为我刚刚主武器不是那个。哦，你刚刚是双手。我刚刚是我双持的时候，他才有拿哦。你要，那你也是给你拿，因为我这准头很低啦。来，啊、跟你换。有门哦。好，先拿个金爵。嗯？都不来，我就差一个就三呢。差一个越战越勇就三了呢。干，残根盛宴，歪啦！拿了。我先提正子，下面，这里。打怪異，水，好电哦！靠你了，谁我？对啊，我在哪？我太小了吧？啊是，手套。哎呦！时光如雷电狂热，爆破子弹哎、欸。好、oh, ，我需要没有元素的武器，就这里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是还有什么？没有，是上一轮。哎、欸，有啊，重击。
哦。反正你知道有两个跟你走上面了，我要捡钱啊，干嘛？我、原本在上面。哦，我捡钱哦、出了，来了来了，是不是要死了？哪个？痛！剑人区随缘枪法，注意哦。有、你们有没属性的武器吗？没有。哇，第三是什么？五大赠送。你刚刚的，我刚刚也有丢一把。嗯。还是你要一把没有属性的？你那个炮是有属性的是不是？我要没属性的会比较强。你是我这边哪一个武器？这边吗？哦，可以。你说帮你买是不是？没有，对啊，刚帮他买一把了。可以。一样。好。引弹魔王，引弹其实最好吗？哇，引弹魔王不是火属性的吗？没有啊，还是没有。然后他没属性的，他只丢出去会爆炸而已。有人要这个双头蛇吗？没中会回到弹夹。嗯，我现在是电跟苦啦，所以啊，那就打上一只，你好。走吧。走！啊，我就是想打那个罐子，我去你一个！我要踢下去，我才会捡回一盾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武器很好哦，帅、哦！好帅哦！太帅了吧！还有盾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盾的，他没有盾的。他没有盾呢、欸！哦，这是杀毁！哦呦，他龙卷风，他有一个很快龙卷风啊！看一下，不是好像他的龙卷风好像不会把人吸进去啊！等一下，哎呦，小心！啊，不是啦，是会跟人。我不能用师傅，他叫我用师傅的挣脱血烤哦。还有在看我，在看我。哦呦，我不知道他在看谁。那個、都在看我，一直在看我。漩涡还大圈看不到。哦，哦哟，哦，还是那个漩涡，看那个漩涡好烦。那漩涡在跟我。会啊，会跟。耗子为之啊！哇！他随着落地之后有那个，有一个冲击波。哎、欸，无敌！要干嘛？无敌，等下要干嘛？跑哦，跑而已吧。他叫风神，那也太帅了吧！那疯子，注意哦，不行哎，打他不能用那个哎，就是被地板卷到的话，他好像一定要按 shift 才能离开。叫你马上打开包包丢掉东西，太累了。风牙龙，他比风牙龙帅吧？穿甲子弹，哇，还是没有越战越勇啊！打眼呢，好废呀！你引弹魔王能够改哦？哦有哎，微改。这样破译就好。嗯，没有。Go。
没了是不是？没了。这样子，获得秘诀，交出一个秘诀，获得一个秘诀。哦呦。一小袋铜钱、欸，不对，是交出获得哭哦，钱呐、啊！哎呀，没骗到你。杰、欸、瑞，你要那个吗？随缘枪法，幸运一击，你要吗？嗯，好啊。突然想到，我拿这個。在减伤而已啊！吱吱巴巴。除了风伞，还有其他同类的吗？同类的是指有翅膀的，还是？这有结论是怪。刚刚是后面真的有一只在拉你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打完那只，想说，怎么还有怪啊？啊，是你啊！打合同喽，来吧，合同。哎、欸，那个小子，先弄先弄。乾隆，乾隆皇。打死他！他在哪里？乾隆啊！哎、欸，是不是吸不住他？吸不住。好的。刷布神器。双头。鲜血圣物、欸，哎，有尿吗？不要吧，加吸血啊！我血就是一滴了，没屁用。哎、欸，这个双头蛇好像还可，可是我要没属性的，好难！我现在好难拿没属性的，怎么办？这把紫银之弓其实不好用啊，它射五发还有后坐力。就短看也在你，我这里有河马，还是你？哎、哦、呦，有河马是不是？有河马跟个铁骑啊，在外面。对哦，河马可以。我是拿河马走会变慢，就是。开轰啦！哇、哦，好痛哦，好爽啊！底下有两只弓箭手。哎、欸，刚怎么卡点？他就是不给、欸、哦，连锁电锁连环满了，就是不给哎、欸，那场没得拿，全部我有四个二阶的，一个三阶的都没有，哈，他是搞我，十点啦，十点，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是我探查，啊？有对话哦，守护他、欸，守护、哦、守女神，有伤人哎、欸，对，后面有伤人，我们刚该先点伤人的，
所以这游戏到底，这游戏是没有剧情的吧？快不是，只是要有人吗？哦，哦，逆水行舟其实，你现在补这么快吗？有打中就会补啊，那就给个秒数啊。因为我现在射没有在停的呢，之前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还没打完是不是？谁在打、啊？谁在打、啊？谁在打、啊？右边那只夜叉，不是太受伤哎、欸。啊，不是啊，远方的啦，远方那些狙击手啦。太多只了吧？太多了啦，没子弹了啦。打不死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的妈呀！先捡一下钱，看是什么枪好了。地狱，电球的灵性。啊，还是一样。这刚反星丢。我的。哦、我来捡铁骑。铁骑，我好像可以拿哎、欸。嗯，这把零次是也是捡到的。你先拿一下金爵好。什么鬼？我看到一个武器在屋顶上哎、欸。啊！粉干，完了，又不开了，直接都不给、欸。下次开就是暑假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所以你下次开就是暑假了，对不对？等他出下一只角色，把暑假更新。小圆圆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走啊！干嘛？怎么了？我是晃枪点哦，改良弹夹，地震弹丸。我要把刚刚那个拿回来。上面的是大河马哎、欸，我的上面好像是另外一個，上面是大河马、欸，哇，哎、欸，我好像不能这样拿哎、欸，两个是同一个子弹的，拿铁，啊，走，好烂，我这样手气也太臭了吧，就真正臭的是我这样。啄木鸟，哎、欸，毒球啄木鸟、欸，哎，毒球那么烂，毒球，你刚不是说毒球还可以吗？我没有讲啊，杰瑞讲的吧？嗯、我没有讲啊，我都没有用球的、啊，很少用球、欸，哎，我只会说电球好，其他都很烂、欸，哎这把彩虹到底是什么属性的？没属性啊，我看起来像火。
命中时哦，加幸运级几率哦。彩虹，彩虹没有再不命中的啦。哦靠！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掉剑欸，玉欸，哦哦，可是腐蚀属性，哦，拿狂杀好了。炸死你们！没属性的打有护甲的，真的是有可怜的。除非拿穿甲子弹啊，只能这样子。再不给我越战勇，我真的要生气。碎哦，删游戏了。Oh yeah！ 阿旺赢家。Fuck！ 阿旺隐退宣言。阿旺，你要高级弹库吗？好啊。手术刀哎、欸。那我高级弹库。手术刀好像可以。感谢树刀根，嗯，哦，10000块，笨贱啊！前面第一关给我给到2，然后就再也不给了。太棒了吧！哦，按错，哈哈，那这个虎炮，看要不要？不放，哎呦，命中哦！弹夹容量我10000多块，没办法花。哎，我是，那、啊、我就直接爆炸爆起来了，反正我也没越战越勇。啊，虎炮为主还是？首领真伤，好了，好了。嗯。哦。哎呀，补个弹药。我刚看到虎炮剩下15发，我想说。还好没走进去。对。
然后开轰了，受不了，气死我了！你最好在我在月泳消失之前就给我去死啊！老子炸死你王八蛋！哎、欸，哇塞，被炸到！我的视野好小、啊，好窄、啊。我现在看好像没有吧，目前封神好像走就是同种类的，好像走他一只吧。你说怪物模组哦？对啊对啊，他都痛，气死我！气死啦，棺材啦！消息啊！啊，满足了，看到新的 boss。这新角真的很难，气死！啊！好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啊，休息休息。好啦，今晚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两个新 boss 没有来一个而已啦，好像只有一个。啊，我们还有一个河童没看到。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反正下午一下。考虑也要开，可是早上有吃药，其实就是有点，就是又有点开始似睡了，所以就这样啦。啊，辛苦是不会啦。啊，我就说我打点滴就只是身体比较累，去打个点滴而已啦。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个也不是住院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那个只是。进去进场维修那种感觉啦，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。这样啦，各位晚安喽，啵啵啵啵啵啵。